你应该知道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在领奖现场。我不是没接你电话，我接了你电话，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。结果你一遍又一遍的又打过来，你知道最后接你电话的时候我在哪儿吗？我就站在领奖台上，所有人都看着呢，所有人都听见了岳弯弯说的那句。你老婆自杀了，你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们会怎么过？不是，至于吗？我怎么也想象不到，我们的生活怎么就可能把你给逼到那个份上呢？眼瞅着越来越好了，你就不能憧憬一下美好的未来吗？老婆，你知道这个奖对于我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吗？它不仅仅是大中华区执行总裁这么一个称号。如果说你一定要勉强的照顾孩子，会对孩子的身心还有人格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，严重。我建议你先治病，首先要改善你的生活环境，最好不要跟你的孩子在一起。坐吃等死，我都有钱拿。什么事儿，你往好处想，别往坏处想。眼瞅着日子越来越好了，干嘛要这样呢？